一行车纠纷，两辆 MINI 国道翻车。昨天下午，有民众在国道三号北上车道约29公里处，发现两辆 MINI 停在路肩，疑似有行车纠纷。民众继续往前开，没想到出了隧道后，一辆 MINI 高速经过，另一辆 MINI 从左侧冲出，并向右边切过去，两辆车撞成一团。车上的人受到轻伤，没有生命危险。至于确切肇事原因，仍需进一步鉴定。